格拿掉。OK。OK。哦，我没拿稿子，白痴哦。阿基加油，靠你了，我没办法去你们的。哎，我快死掉，我快死掉，我死掉了。啊！小雨，我们的公主死了，完了！公主，你也不看看我是多少血的死拼啊！我东西全部都烧光光了。阿基，你不能死！阿基呀，公主，你看，你就这样死掉了，很难啊！不是你刚刚直直往上挖就好了。我就一直在挖哦！你是直直的笔直往上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刚刚直直往上挖的时候，它在我脚下，可是它直接把我脚下挖，然后我掉下去。你们靠那么近了，就在那之前赶快先上去 啊！因为你直直往上，它就算在你正下方，它往上，它也要有没有也要往下垫，对不对？它也要往上挖，往下垫，你也是往上挖，往下垫，那就是一样的时间了。嘿，那那。完了 ，QQ 王国公主，完了，哎、欸，他今天没有岩浆，二打五，我只剩一颗心了。小心，小雨，我附近有人吗？你附近，来，我帮你看看。我完全迷茫了，公主一死，我不知道干嘛了。没有啊，你附近没人。你什么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我也不想。啊！亡国了啊！亡国了！很难你被匈奴带走了，被匈奴带走，就区区一个人就可以带走我们的公主了，不行啊！哎，明明有这么好的资源，怎么会输呢？不行啊，这是被烧到啊！哎呦喂，巧克力，你附近有一个人，怎么走？不是那边，回头回头。哦，我捡到小雨的装备。对。然后只有一颗星。对，你那边有岩浆。我只有一颗星。他两颗。好。对，他两颗。但重点是他们还有一个满星的啦。咦。他是怎样？他在很上面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不是在上面，他往左边，往左边。他在顶端，他天桥。哦哟，巨人天桥。啊，天桥，你要往巧克力往左边。这里。对。怪太多了。不要啊，哈基，不要再扣点。哈基，你怎么只剩这样的血量了？哈基，要去了。往上。上面有人射弓箭，旁边一堆僵尸，这个好难。巧克力往上，巧克力往上。阿基，我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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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上一个。你，我现在人生很迷茫啊。对对对，就这边再往上一个。哇哇，被吸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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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头回头。这里。对对对，这里挖过去。阿基，你满血，你怎么了，阿基？太难了。对，就在这，在你左手边这条路。对对对，尴尬了。他赌钱，赌钱。没有，在你的水平面的左边。这里。他要慢慢走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。有时候可以那么淡定啊。那你在窝过去的，在左手边。这个、哦。对对对，就这个挖过去。就在这。我没有岩浆啊，我刚刚应该捞岩浆的。嗯。他是没有进攻。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捞不到啊！这个太高了，那个岩浆太高了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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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没有办法，只剩一颗心了。哇！这个岩浆是在最上面的，捞不到啊！有刚刚有岩浆就可以烧它了。对，没有，那个岩浆在超高的地方留下来的。我身上没岩浆，你到底是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会？你楼上是看上面一堆僵尸，然后你干嘛要去地表？因为他追着刚把我冻死那个人往上。对，在追他，然后追一追就你不能追到地表啊！地表都是怪啊！地表超恐怖的。哇，那现在追追，
中我一个，你去战斗一下啦，你去战斗啦。有啊，可是他们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离你最近的。来啦，你去帮我复仇啦。好。这最下面那个吗？两颗星的。两颗星的，两颗星的。他在哪里、啊？两颗星那个不是在天空那个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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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，你这边直直往前走。这里直往下挖的那个，对对对，直直直直走。对，往前。一直往前。咦、欸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杀死他就还不错了啦。嗯，因为你们是相同条件，基本上我都血量了，血量是一样了。被啃到一剑我就死掉了。你看，人家还一直在那边说我们太 OP， 我们有这个废柴公主啊！我从小就说是不做事的公主了、啊。你不做事也不要送死啊！我没有送死，我努力在逃，好不好？这个岩浆的前方就是他。前方对，那岩浆可以把它盖住啊，不用理他。哎、欸，他现在想要往上喽。再吃肉。继续直走，要继续直走。他往下、啊。要继续直走。要继续直走，过这个岩浆。没、哦、这是我刚刚往前的路。对对对。啊，这边可以往下。下面，左边下面，对。前面不，你现在的右边。小雨，你不要报位。好，我刚刚就被你暴威弄得莫名其妙。不是你们转来转去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他一个你就挂了，哇！六六六，成功！精神上瘾了，精神上瘾了，有精神上瘾了，剩下还有一堆人呢，精神上。我们输了，还剩下三个人，这血量太扯了。没了。是一个金字塔的血量。对啊，来啊，大乱斗啦！大乱斗，乱斗、啊！给你几颗精灵果补补血，磕一下，磕一下。所以直接上战场了吗？给你三颗。我不想捡到。那我就直接把时间往前调了。没有，我弄，等一下弄。等一下我吸不到啊！太多东西。自己调一下。哇，你自己调一下。调、整一下状况，我调整一下状况。我自己拿。五告白友。啊！最后又被我吸走了，又被吸走了。好了，我也差不多了。烧了是烧了是，哎呀！小雨，这箱子给你。好。我跟你是一样的箱子。好。为什么我还是隐形的？看起来就是一副漂浮的盔甲。单是四根牛排，你们是烧了多少牛啊？我那边就九块还是几块啊？准备大战哦！这只是欢乐啦，就是、我们已经输了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输了、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王国公主确定王国了，废柴王国公主废柴公主。你要直接调时间吗？还是没有？我弄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你说。哇！我看到了一个邪恶的东西。邪恶的东西。准备好了吗？你好了吗？我好了。开战啦！乱烧啊！小雨，打我！打我！我好暗哦！我好暗哦！啊！修掉啊！那废柴公主去死吧！怎么非要跟我要伤害？哎，走！我就说我修掉了。有了！哎！
哎、欸，开错了，开错了！我刚刚有看到，开错了，是大 B， 开错了，大 B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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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大 B， 大 B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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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是钻庄啊，大 B， 不不不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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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你是大 V， 我的岩浆嘞！你的岩浆嘞？你是把它丢掉了吗？刚刚？难怪哦，我刚刚想要射小雨都射不到，真的。难怪哦，废柴公主，你要这样嘛？公主也是很悲伤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统计分数。太难了。统计分数。这游戏好难玩哦，真的。哇，你杀了17个人，而且我还很多其实是用烧的。我告白的。不够多啊！看一下谁吃最多。你啊、我吃最多啊！大颗一波。啊，最后我有克四颗啦。哦，对，最后的是。看一下钻石。哇，这也太扯了，这太扯了吧！46颗，我一颗都没。超过那个全套钻装了。真的。这有点扯啊，这个好像有点多。怪怪的。扯哦。超多，超多。可能他今天很小雨了。对。明天就签个乐透。可以去见喽！有我们废柴公主至少有做事，有杀很多怪。我要说，我刚打到我身上有7根骨头、欸，哎，你就知道我打了多少。我从来都在打怪、欸，哎，碰到的怪比我碰到的人还多。啊啊！哎、欸，我们有杀那么多怪吗？是玩家也算怪吗？对，玩家也算怪。哦，玩家也算怪，难怪。对。我打超多怪。哇塞！很好笑啊！太棒了！全身砍小雨，砍小雨，砍小雨！不要砍我！不要砍我！我还有装备，我还有装备，还有装备，还有装备！不要砍我！我还有装备。喂！喂！射坏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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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射坏人！哎，为什么射坏人这么痛？不是很痛，是巧克力在打你的痛。射坏人，你不是说射坏人吗？不是射坏人，不是射坏人。不会了，不会。对，为什么他妈打我一下，我控半一半不见了？你打一下哪么痛啊？因为在射坏人啊。好啦，事实证明有没有？就算我们的公主保卫战失败，废柴公主保卫不了啊！我们的骑士跟弓箭手尽力了，他们只要一个人，区区一个人就可以击倒废柴公主了。没错啦，连附魔都没有啊！他打得很痛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啦，他是用岩浆的啊。哦，对啦，他岩浆也很多啊。你这个废柴。嗯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战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有机会，嗯，有趣的。啊，可是我不想当公主了，当公主心理压力好大啊。我们以后欢乐场有没有也可以用这种啊？一个人当国王有没有？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这样还会更刺激，因为双方都会不断的复活，就是要抓对方国王。但如果是小雨当国王，那就我们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攻击成功就赢了。嗯，直接推进去。好吧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这一期的 UHC 废柴国王、废柴公主失败。感谢小雨，感谢哈基，感谢大家。好了，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这个系列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，咱们下回再会啦！大家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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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